你看过京剧吗？嗯，没看过。听说很有意思。我很想看，你呢？我也很想看。你知道哪儿演吗？嗯，人民剧场常演。那我们星期六去看好不好？当然好，明天我去买票。买到票以后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周六见了。好。听说烤鸭是北京的名菜，我还没吃过呢。哦，我们应该去尝一尝。嗯，28号晚上我没事儿，你呢？嗯，不行，有朋友来看我。30号晚上怎么样？可以。